朱蒙德，今日美国体育中心综合报道，活塞金主场迎战巫师的比赛，靠着禁区大将抓猛哥卓蒙德 Andrew Drummond 缴出24分23篮板双20的成绩，带领下中场以103-92击败巫师，取得三连胜。上半场比赛两队打得相当焦灼，半场战成59-59平手。不过进入第三节，活塞靠着卓蒙德单节攻下11分，带领活塞单节攻下32分，一举甩开巫师纠缠。虽然第四节巫师一度追进至仅剩4分差，不过活塞靠着 R杰克森 Reggie Jackson 攻进关键球，稳住领先优势，带领球队拿下胜利。活塞取得胜利后以35-40在东区排名第九与排名第八的公路有五场胜差，仍保有晋级季后赛的希望。此役活塞除了卓蒙德有双20表现外，二杰克森攻下13分8助攻，托利佛 Anthony Deliver 及布拉克 Reggie Bullock 皆有14分进账。巫师方面，比尔 Bradley Bell 拿下全队最高15分5篮板，中锋葛托特 Mason Goddard 拿下10分12篮板双十成绩，板凳欧布瑞 Kelly Alba Jr. 也有14分进账。比尔今日美国。